据媒体报道，4月7日，宋茜从上海机场飞往北京机场。她穿着简单的白色 T 恤，下着蓝色牛仔裤，素颜依然美丽动人。大概是一路奔波所致，表情略微疲倦，头戴小蓝帽，斜挎小黄包，学生气十足。一身的装扮减龄而不失时尚感，自提行李过安检，毫无明星架子，或粉丝一路跟拍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